喜，这厢有礼。哇！天哪，你怎么办到的？一杯敬祝。哇！那今天在台上依然是有两个大大的礼物盒，一个是金色礼物盒，另外一个是银色的礼物盒，依然有八位来自于民间的高手将赢得一次挑战一次打开礼物箱的机会，他们到底能够挑战成功吗？礼物盒里到底有哪些礼物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同样呢，我们每一位选手呢将会接受我们现场80位观众评审以及我们2名嘉宾评审的考核，分数通过80分才有权利打开我们的礼物盒。首先带领观众朋友认识一下我们现场80位观众评审，你们在哪里？欢迎各位，欢迎欢迎各位。那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我们现场的选手他的表演技能不能得到您的认可的话，您可以选择不给分。那如果分数达不到80分，那我们场上的礼物盒将归现场的一位幸运观众朋友所得。但是这里大家要给我保证，你们的评分必须公正、公平、公开，大家说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把第一份礼物送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到底是什么呢？打开惊喜，这厢有礼。哇哦，两位非常熟悉的歌手。那大家应该特别熟悉了，我们非常喜爱的著名歌手余文华，以及呢我们的草原歌手云飞。欢迎二位，欢迎二位。那两位一会儿也要给我们选手进行打分哈，总共每人有10分。表现好就加10分，表现不好的话可以减去10分。对，对，因为经常我们选手的得分会在80分以下，观众评审，所以他能否打开礼物盒，二位的10分非常的关键，好吗？一会儿就期待你们的表现了，好吗？好，来，好，有请，有请。好，那今天第一组挑战嘉宾到底是谁呢？各位，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有请。哇，上来好几位啊！哇，一共有几位？这真的是一个组合，1、2、3、4、5、6。还有吗？确定后面没有了？没有了，总共6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是安哥尼玛组合，来自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我是组合主唱埃利亚齐齐格。哦，我们知道呢，蒙古族是蒙哥少族的民族，而且在蒙古族当中呢，也流传着很多非常令世人惊艳的，可以说民间艺术，比如说世界非遗的长调，还有呼麦。我不知道我们飘香组合当中有没有擅长表演呼麦的。我们组合里面的马头琴和呼麦。啊，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巴特。巴特。哎，巴特在蒙语当中是英雄。我就记得是英雄。来，来，巴特试一试呼麦，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特别的辽远，那个声音一呼麦就感觉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哈。对，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舞台交给这6位选手哈，来挑战一下到底你们能不能有机会打开我们的礼物盒。Thank you.
谢谢飘香组合，谢谢。谢谢谢谢。哦，要把哈达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贵宾。嗯。不错，两位嘉宾做得有模有样。好，把一份吉祥如意送给大家，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谢谢，谢谢几位，七七哥，来，我们来看看我们80位观众评审的投票情况。几位感受到了？我看一看。好，四十位感受到，突破40。50位感受到他们的清香了。60。62位朋友，所以说现在两位嘉宾评审，你们的责任就很重大了。他们能不能打开礼物箱，全靠你们的20分。云飞，先谈谈你的感受好不好？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蒙古族组合，我特别喜欢，因为有酒。有舞，然后还有马头琴，有呼麦，有长调，把我们蒙古族的一些原生态的东西都综合在这歌里面，真挺棒的。要不然这样，你用歌声来支持一下好不好？也唱两句祝酒歌好吗？啊，朋友的红蛋干的，啊，朋友的谁谁都路爱路谁，朋友们欢聚一。刚刚几位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和表演的时候，云飞一直在跟我介绍，他们是典型的东部的那个长调，然后跟我介绍在哪儿哪儿都能听到这样的歌，然后又说酒的问题。后来我说我酒真的不行，可是呢，刚刚我们这位小伙子敬我酒，我真的喝了，很香，非常香，感受到了草原的那种醇厚。这个我分是必须得给的。你的选择是？吃人家嘴短，加10分。好的，恭喜飘香组合82分。我还没有呢。对，你的选择是云飞，我肯定这个。好，对，起吧。好。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现在呢，请是七七格来进行选择，是吗？请你经过慎重的选择之后告诉我，你究竟选择的是金色的礼物盒还是银色的礼物盒？请选择银色。哇哦，好，喊出我们的口号，打开惊喜，这箱有礼，3、2、1开。哇，一个衣架，演出之后可以把服装放在上面。再次恭喜恭喜七七格，稍后呢，你们还将有权利呢加入我们最后本场人气王的竞选，稍事休息一下好吗？来，谢谢谢谢谢谢。送我们来自于草原的飘香组合，那下一个的挑战者到底会是谁呢？各位，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有请。给你吃个枣子，这我又没法。给你一个，我都给大家发点东西。大晚上，这什么情况？这是我给你拿个东西，大嫂，我家产的花生给大嫂。这你都吃上了，什么情况？来，大娘，场面有点失控。来，大哥，有我又拿了一斗子，没拿多些。哎，我倒计时5个数，5、4、3、2、1，再不回来取消你比赛资格。导演，这是走进咱们演播室了吗？我觉得是不是走错门了？你回来了啊？因为我就这一个节目没了，快表演完了。表演节目啊？先自我介绍一下。这节目叫什么呀？这个节目叫今天这箱有礼啊。然后今天我来的山东，我叫赵美荣，今天很高兴，大晚上的也不睡觉在这看节目，大家辛苦了，所以呢今天来到这里我非常高兴。珠峰山道是吧？于老师，5年前你来过山东，我去大门口堵了你大半天没堵着，所以今天看到你特别开心。于老师，你辛苦了。你确定你来这个演播室吗？我是啊。综艺盛典浙江有礼。是的，这是中央电台，不能说谎。那你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该干嘛干嘛。什么叫该干嘛？
嘛干嘛，来这儿要表演。对，你的特长是什么？场下都是评委，要打分。我知道了，我的特长除了在我们村长得漂亮，还有我们在这大人小孩都是我来张罗，我还会主持我们村的半年的春节晚会，都是我来主持的。我感觉袜子都不穿来主持。你主持春晚？对啊，我们村的半年春节晚会都是我来主持的，三里五里八里吃，像你们又不认识我的，跟你说打听打听，推不知道我赵美容。你们俩给我们搭档主持一段，咱们看一看好不好？好。现场的老少爷妹妹、父老乡亲们，现场的以及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一年一度的春晚又要开始了。现在今天我是我们村的主持人赵春花，今年羊年开泰，羊年发财，羊年喜气洋洋，羊年得意，拿出你们洋气的掌声，随意鼓励。你给男主持人留话口了吗？然后今天我邀请了中央四一三套的一个主持人，然后不穿袜子的，所以呢穿着紧身裤来到了我们村，所以呢今天非常冷，但是呢既然冒着寒冷的冬天来到我们村为大家主持，你说两句好吗？各位，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响起你的掌声，我们的掌声快来响起了。零点的钟声还早得很，你说错了，现在才刚刚开始，什么零点？所以呢他有点激动看到我的面前，哎，你怎么那么瘦呢？中央电台的盒饭不好吃吗？吃了三碗，这是谁选的呢？对，我还拿了我们的龙平二号玉米，今年是高产1280斤。哎，这美容，你先听我说，你儿子不是别抢我东西啊？这不是我吗？等你又不种地，拿过来，你送我的，给你一个吧，拿过来。你说你们村你这美大村花，对，吃春晚，你看，然后谁美？谁美？除了你美，就我美。还有一点。你说你是大力士？对啊，我们家种了那么多玉米，每年不用刀子也不用螺丝，只有用手搓玉米，夸夸夸的几天都搓完，跟你说，然后又干净又利索，又能增加自己的体力活。你试试，现场你试试。美容，咱们现场一起也从小干过农活的有一位嘉宾，刘华，咱们比比。好，你看着我教你怎么搓碗来。得两个是吧？一个手，两个人呀。哦，他要一只手。美容要一只手，哇哇！天哪！哇！已经搓完一个了。你没我搓的快。哎，老师你辛苦了。哎呀，姚老师，你啥时候再回山东，我请你吃煎饼。你除了能搓玉米之外，还能体现出什么样的？我一个手把你夹起来，你看你瘦的像个狸猫换太子。你一个手把我颠起来，不知道啥意思。云飞，你多重？行，你拿着。谢谢了，140斤。先颠云飞，云飞过来。云飞，快云飞，云飞你赶紧上来，不然的话待会儿要上，你再不上来，抓他，快！我怎么觉得我们这场像抢新郎比赛？我。单手扶啊，厉害，160斤你行吗？行吗？来，这位观众上来，是160吗？小170斤，我小170，我觉得感到害怕的是这位男观众。啊，我这么。行，可以了。来，这位男观众，从来没有这么小鸟依人的感觉吧？没有，头一次。今天啊，我跟你说，来到这方舞台就要展现绝技，然后呢，要打动评审和嘉宾。我刚才呢，你都有点把咱们的评审都吓着了。对，我所以咱接下来是不是来一个轻柔一点？温柔一点。来，温柔一点，请入座，请入座。美容这就不对了啊！你这气球，我恐怕现场的小朋友观众喜欢。我跟你说，这个气球，我是用脸把它砸烂，行不行？头砸气球？对，他们都说我长得漂亮，说我整过容，只有今天玩到我真的没有整容，所以今天谁不谁整容，眼见分晓。算了，你别来了吧，还是让云飞来吧。云飞来吧。云飞啊，我不舍得云飞长那么帅，你舍得自己是吗？对啊，真的，我要保护她。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是吧？来，我们来看美容的。七。
球样啊。十四个，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美容，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他一条小命。21个，好戏在后头，你看长那么胖，吃那么多东西，你不玩点绝活？好戏在后头，还有更好的戏啊！对，什么好戏？下面有请我们最漂亮的，而且呢最可爱的三里五里八里十里乡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三年一刻三年春花赵美人，我的演唱，热情的沙漠乡亲们拍拍手，鼓鼓掌，掌声欢迎他。需要80位大众评审来帮助你做出选择，到底你能不能赢得他们的喜爱？各位，请投票。来看一看我们80位观众评委的投票。别拒绝我，投票，投人。走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婶子大娘进的，小朋友来，朋友，走嘞！59分，谢爷。很可惜啊，美容，就这时候。即便是云飞和余文华给你投了满分，那也是79，没有通过80的大关。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我想你想到昏天黑地。这个并不重要，我大晚上的来到这里，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开心，这个分数并不重要，而且我们今天是来玩的。你的心态太好了，我们要向你学习。关键我说的也是这样，你凭你的大无畏精神。多才多艺，把你们村春晚的同样的精彩带到了我们的观众面前，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谢谢你。云飞最后有什么话想对美容说的？什么肺腑之言，不是内心的感受？你还收了人家的礼物？我还是单身。那啥，那个录完节目我跟你走。什么意思啊你？你过来啊！我希望你能够以后永远一直保持这样的乐观。开心的状态，只要有你在，我永远都开心。哎呀，哎，谢谢。现在呢，现场的观众，你们就获得了一次可以打开礼物箱的机会，到底谁有这样的幸运？请摄像老师把镜头对准那位
观众，最热情的观众在哪里？来，大屏幕准备，开始，五、四、三、二、一，起！哇，来下来，小朋友。小朋友来。哇，你好！金色和银色，你想要哪个礼物盒？银色。走，来，好嘞。好，叔叔帮你打开礼物盒哈，到底是什么礼物？希望是一份大奖。好，打开惊喜，这箱有礼。哇！加湿器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加湿器要送给你，送给你好吗？下一位的挑战者到底身怀什么样的绝技？他能够挑战成功80位大众评审吗？各位，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他。哇，一位好萌的小朋友。哎，你好，哥哥好。好漂亮，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叫曲俊熙，我今年6岁了，我来自吉林长春，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我爱你们，哇，欧耶！我要有这样一个宝贝女儿，我每天就不工作了，当全职奶爸。那我想问问小西西，咱们来自长春对吧？是。在咱们东北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做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这样吧，你最爱吃的是什么？豆角茄子。豆角茄子，对，那现在这儿放着一锅炖你最爱吃的豆角和茄子。嗯，这儿是你去听二人转的门票，你是听二人转还是吃豆角茄子？听二人转。为什么呀？你不是最爱吃豆角茄子吗？我就爱听二人转。不爱听就行，西西，咱东北人都得会唱两句，你会唱吗？会唱啊。真的？来两句。哥。啊。哥，你会二人转吗？我一个人可以转。两个人我转不了。不会，太小了，我可以教你呀。大姐哥哥，上手绢。正月里那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呀、啊，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呦啊，都把那新衣服脱呀，哎呦呦呦呦。把那新衣服穿上，哎呦，都把那新衣服给脱了。巨星也有失误的时候嘛，你看你没有，不是失误，我们小西西是属于创作型歌手。好的，经典的条段再次二度创作。在这里哈，我想请各位特别两位嘉宾，你们猜一猜、一会儿西西的才艺到底可能是什么，你们想一想。我想一下，我觉得应该是魔术、云飞呢、你们要说要表演。我也是觉得像魔术。魔术是吗、因为他穿的这一身是吗？啊，我相信你们都猜错了，到底是什么？现在把舞台交给我们可爱的西西，加油！哎，加油！你把手绢拿过去。这不嘛，我刚拍完戏回家，我姥姥可想我了呢，啪下就给我抱住了。行了行了，老别亲了，瞅着你给我亲的都一脸哈喇子。哎呀，我老当时就跟我说一句话，走大孙女，老带你去露村子去。我老一进那屋子可大方了，就跟那老板说，老板来两个肉串，不要麻，不要辣，不要肉。老板当时就急眼了，大妹子，你和你大孙女来露茄子来了。我一看这肉串也吃不上了，我就告诉我姥姥，姥姥咱走吧。刚出屋啊，没走几步就看见马路上有个大哥，那穿的老帅了，刘德华同款。在那原地画着茶树，十三了啊！我老爸最爱看热闹，连忙跑去看看怎么事，啪啪啪的，砰一下子掉下水井里头去了。
来看了大哥，又开始在下面了。十四楼，我这一看，我牢也没了，我也啪啪啪的跑去看看怎么事，我也扑通一下子掉井头去了。来看那大哥呀，又开始在上面查了，十五楼，老，你说咋办呢？打120，哎，对呀，打幺零，这是哪？120多少号啊？老，你是钻空圈了。你问我120多少号，记住了，用脑子好好记啊、哦！你打114查呗。姥姥，你说咋办呀？姥姥，你说这咋办呀？姥姥，万一给咱俩冻死怎么办呀？姥姥，我害怕。万一给咱俩冻死怎么办呀？姥姥，哎，警察叔叔来了，走吧，老，咱回家吧。关键时刻呀，还得是警察叔叔啊！谢谢大家，我的节目已经演完了。哇！哎呀，小西西，哎呀妈呀，老有才了。这眼泪都是真的呢。对，你知道现在好多专业演员都靠滴眼药水啊。我不用滴眼药水，我像自来水似的。先看看你的表演能否通过80分。好的，现在请80位大众评审拿出你们的投票器来投出宝贵的一票、到底这一轮西西可以获得多少票的支持，请投票。我相信分数肯定不会低，超过70票以上，我觉得。特别是几个小朋友一定会发动左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给你投票。60，70，回到70几呢？80，满分。高兴吗西西？不劳烦二位了哈，现在是满分，你们敢减分试试啊？我这个当妈的都不干、来，两位点评一下感受怎么样？我有两个点特别的记忆犹新，就是一个是他哭的时候，我差点掉泪，而且我差点去扶他，孩子，别哭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啊，这孩子简直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小天才，真的，他那种把我瞬间带入一种这种情景当中去的这个把控能力啊，特别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孩子，特别喜欢。所以你的决定是加上10分，对吗？所以我都忘了给你打分了，加十分，90分。林飞，我相信你将来会成为咱们的中国的很有名的明星，也成为国际明星。所以你的选择是云飞，我支持。小西西，现在你赢得了一次哈，打开礼物箱的机会，你是满分哎，所以呢，金色、银色，你选择哪个颜色？银色。为什么？它的银色特别好看。万一里面没有好的礼物怎么办？因为礼物箱里一个是放的大礼物，一个放的是小小的礼物，你想要大的还是想要小的？金色里面有好的礼物。想要什么？金色。我想要这个。他坚持要银色，那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是什么，好吗？走，请喊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开惊喜，这箱有你。3、2、1。哎，哇！真的是一个大的礼物，一个旅行箱。你喜欢这个礼物吗？西西，告诉大家。喜欢。好的，在西西走之前呢，我们要看看这个金色礼物盒里面到底是什么礼物。如果礼物比这个大，你会不会反悔？我不会。打开惊喜，这箱有你。是个小的水壶。还是
是有卡通形象的，你确定？这就可以送啊！当然。希望2015年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好吗？好。好，加油，小西西，再见。一会儿还可以争夺我们的人气王，好不好？老师辛苦了，主持人姐姐辛苦了，主持人哥哥辛苦了，观众辛苦了，学校哥哥辛苦了，再见。你也辛苦了。啊，好，再见。这么有人气的一个选手，会不会给接下来上场的选手造成一定压力呢？肯定，已经满分，你还要怎么样呢？那下一位选手到底是谁？他能扛住这样的压力吗？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哇！单枪匹马上台挑战哈！你好，这位好像也像喝了马奶酒上来的，有点晕，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孙志强，来自河北承德。那咱这上来今天是要表演什么呢？手握鸡蛋砸山核桃。手握鸡蛋砸山核桃。对对对。山核桃是吗？对。鸡蛋壳这么软，山核桃这么硬，你怎么去控制这个软和硬的这个比例呢？哎，依我知道，好像山核桃和我们普通吃的那个核桃可不一样。来，这样，我们先上道具看一下，好吗？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你看贵宾，这个就是山核桃，它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核桃皮儿要厚，要特别硬。这样吧，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男人的游戏，我把这个环节让给今天的三位男人。云飞请上场。云飞来，上来感受一下，你先试一试。哦，哇，云飞，我觉得你是可以的。云飞加油。小心点。云飞，我觉得你不行。可以试一下。云飞没有不行的。哈哈，掌声，我都给你台阶下了。加油云飞。真的假的？三二来。这个比咱们平时吃那核桃就那种大的硬。对，因为它特别的坚硬，所以呢如果能砸碎它，不是一天两天一会儿半会儿的功夫。 是。那这样吧，今天啊我们的孙志强展示的不仅仅是手砸核桃，他刚才说了要手握鸡蛋。手握鸡蛋。我想问一下，那个鸡蛋是生的还是煮熟？对，生的。生鸡蛋。对对对。那砸几个呢？全部砸。那我们这样吧，先由他来挑战，稍后我们将会把这个鸡蛋打开，看它是否是生鸡蛋，好吗？来给他一点掌声。手握鸡蛋砸核桃，现在这是一个绕口令开始。第一个没成功。好，一个。哎呦，两个。其实这个要求它的劲儿要特别的匀，稍一用劲鸡蛋就碎了。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好的。七个，八个，我们争取十个。好，九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十全十美。好的。十个。再来一个。还要超越一个。哎好了，好了，现在不重要了。十个就已经。现在重要的是这个鸡蛋到底是生的还是熟的。你给我们打开好不好？哇！是个生鸡蛋哈，但是说实话哈，这个表演之前我们曾经都见过手握鸡蛋砸核桃，你有没有更加奇绝的表演？这个根本我觉得40票都过不了吧？你们会投票吗？会。会吗？我们投80票，对不对？不会。你必须要有真功夫。接下来我们孙志强有一个更加高难度的。有吗？而且是他今天首次要在这里挑战的，送给我们今天所有的80位观众评审。是什么？是我自创的一个，用头砸开椰子。头开椰子，来，请上道具。头开椰子。现在在台上已经放了3个货真价实的椰子。这个椰子虽然小，但是椰壳我们大家都喝过，坚硬无比。而且我发现这个不是新鲜的椰子，它是有一点点老的，所以它的椰壳会更加的坚硬，你明白吗？那今天呢，你的目标是头开3个椰子，是吗？是。就算成功。其实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只要你头开一个，我们就能算你成功了。好，一起来看孙志强的挑战。
有没磕破？哦，没有。好，提醒各位观众哈，这是专业表演，千万不要模仿，千万不要模仿。那我不知道孙自强的表演有没有打动80位大众评审。现在各位，请投票。来看一看孙自强，谢谢，你的得票数是多少？我们很多观众刚才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啊！来，赶快拿投票器投出你们的一票。好，轻松突破50。60。70。71票。哇哦，赢得了一个很高的票数。对，谢谢大家。但是现在你还没有权利打开我们的礼物盒，要看我们两位嘉宾是否给你相应的分数，好吗？好的。超过了80才可以。正在咬手指表示惊叹的意思哈。什么感觉云飞？想上来试一试对吗？我不想试。我因为本来感冒了，嗓子特别渴。跟嗓子没关系，跟哪儿有关系？他把这个椰子磕碎了，然后呢，接着流出来，就是浪费了。我觉得，哎，这里还有点，一会儿留给你，只要你肯给我们加分。我更渴，我想喝椰子。哎，给他喝好不好？来来来，哎，你先说，给我们加分嘛。加分啊，加个。大家说加不加？其实我也挺想加，但是你说他这种节目，你说要浪费多少椰子呢？是吧？是吧，云飞，你说吧。你别管浪费不浪费，有你说的就行。拿头砸椰子是什么感觉？特想学习。我不想学，不想学。什么感觉？我建议咱们这朋友以后少那个，还是练点别的那个绝技。我觉得这个脑袋碰那个东西碰多了，我觉得还是有点。我觉得你可以去卖椰子哈，在那儿砸是吧？那谁敢不买？现在就是我是。投这10票是吧？嗯。投还是不投？云飞从来没有看到你这么犹豫的时候。你觉得好不好？是吧？好不好？不容易是吧？哦。他就觉得椰汁没给他喝。哇，10票，81票。云老师。好。于老师做得好。其实我觉得云飞之所以他犹豫，他是心疼老孙，是他就怕他出意外，所以呢，你在保证你就是保证你安全的状态下再去训练，好不好？对对对，安全第一。是的，是安全第一。我现在好紧张。所以你的选择是究竟是加减十分，加十分。如果你要是减，他就又没有机会了。不是，现在轮到你了，于老师。加还是减？加是红色。我来抓你，加还是减？我觉得啊，我还突然，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有点像个大明星，像谁？王宝强是不是？王宝强有形象。王宝强，你知道谁吗？认识，你看人家特别像好朋友。他有一个角色许三多，你知道吗？知道。许三多有一句名言是什么？拿核桃砸椰子。对，或者要做有意义的事儿。对吧？有意义的事儿。所以今后呢，咱们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志强。我现在金色礼物盒，银色礼物盒。现在脑子还晕着哈，没有，但是得选择一个金色或者银色。我选择银色的。银色。哎，来喊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开惊喜，这箱有你。好着急啊！什么意思？哇！哦，是一个计步器。哇，这个很高超，各位看一看哈。会记录你的心跳频率脉搏以及你每天走的路程，对你绝对有好处，很适合你啊。送给你孙志强。很喜欢。好，那恭喜你还有一次机会，在我们的整场结束之后，你可以竞选我们的本场人气王，还会获得一份惊喜，好吗？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来，好的，送走了孙志强，那下一个挑战者到底是谁？他能够挑战成功打开礼物箱吗？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姐，上来就直接开始表演了。哦，4个尖儿。大家好，我。
我是来自江西的杨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就是大家在电影《赌神》里面看到的摇骰子，还有牌技，还有超强的记忆力。哦，你一上来我觉得和博士一样，好有学者风范啊。那我想问问杨波，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去练，为什么偏偏你选中这一样？十年前我的父亲因为沉迷于赌博不能自拔，把家里所有的存款都输光，从此跟我母亲的关系就破裂了，一分开就是十年。从那时候我就许下了一个愿望，我要成为一名反赌斗士。赌博不可能发家致富，只有靠勤奋的双手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从一场家庭危机当中悟出了很清晰的道理，还要帮助更多的人去明白这个赌博的危害有多么的严重。所以杨波，现在你就要看你的表演了，对不对？接下来我先在正式表演之前，我先来一个互动。我随便拿出四个骰子，你想要摇出什么点数，我就能摇出四个什么点数。哦，就现场观众随便说，随便说，骰子随便打乱，好吗？好，几点？四个六。四个六是吗？四个六。现在这个骰子是乱七八糟的，对吗？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五，一个四，二四朝上，说明骰盅是乱的。来，我们请摄像师给个近景，对着你们的正前方，四个六，四个六，这位大哥兴奋了，四个三，好，四个三是吗？哇、wow ！怎么样？还想挑战吗？来，我说一个数字。可以，没问题。一、二、三、五。还够有难度的，你太刁难人家了吧？一、二、三，五不一样的。一、二、三。从下面开始数。一、二、三、五。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些花样。好不好？好，好，首先给大家展示的是比翼双飞。比翼双飞，这名字你自己取的？对，离开桌面摇，不用桌面。接下来增加难度，给大家展示一个一柱擎天十五个，也是在空中摇。十五个是吗？十个。一柱擎天。给大家展示一个一飞冲天，我会用麻将和骰子摇出一个独特的造型，可以帮我检查一下麻将？没问题啊，就是普通的麻将牌。这个造型还不是最难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个难度达到了八级的一箭双雕，我用一个透明的管子让大家看得更过瘾，好不好？好，这是十三颗骰子，十三个骰子。中间的连接处是两颗闪作为连接的，所以是一箭双雕。对，而且像两个小翅膀一样这样分割开，最上面是一点，太神奇了。最上面是一点，最上面还是一点。
好的，第一点，杨波，那你的表演结束了吗？现在还是有更加超难度的绝技。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世界纪录，我会将十个骰子摇成清一色，也就是摇骰子里面的最高境界，摇出来就是这样的造型，每一面都要一样，只要乱掉一个都不算成功。哦，每一面都要一样，是吗？好。一点，关键我这边再来看，四点，后面全部是六点，你那边呢？我也是，2、4、6、8、10，十颗。哇！刚才说这个是个世界纪录，什么时候创造的，杨波？2012年。那今天是2015年，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在现场？大家来点掌声，我增加两个，好不好？12个，还是清一色哈。这是你新的记录是吗？对，请各位见证一下。现在我们只是需要屏气凝神，机会不能大扰他。12个骰子已经准备好了，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9、10、11、12。好，12颗骰子。叫青色，一，好悬！哇，恭喜！一个全新的记录诞生了，恭喜杨波，恭喜杨波！你打破自己创下的记录。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全场的观众评审，是否刚才精彩的表演打动了您的心呢？请投票。来，让我们看看杨波的分数。能不能像你的一柱擎天一样一直往上升？60票。所以现在两位嘉宾评审，你们的投票很关键，如果说他获得20票的话，将顺利的打开礼物盒，如果说只要有一个人没有给他10票的话，观众将获得一次打开礼物盒的机会。云飞，我希望你能够起个好的这样带头的作用，让沉迷于赌博的人能够赶快收手，我支持你。谢谢云飞。李文华，他用这种形式来告诉大家不要再赌博了。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赌越赌情越薄，就是说你人情都赌没了，朋友都赌成仇人，所以说我一定要支持杨波。谢谢。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正好80分，你获得了一次打开礼物盒的机会，并且在最后会参加我们人气王的评选。来，杨波，两个礼物箱，金色和银色，你的选择是？金色。金色。对。你不考虑一下吗？里面可不是你摇出来的。来，喊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开惊喜，这箱有你。3、2、1，请打开。哇。觉得我的臂力还不够是吧？他打算让你练完之后朝着18颗进行，好吗？好的，最后的记录。谢谢杨波。谢谢杨波，谢谢，再见。下一位的挑战者到底身怀什么样的绝技？他能够挑战成功80位大众评审吗？各位，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他。非常犹豫的出来了。好像脸上的表情说是我吗？我都在里面半天了，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谢国飞。哦，谢国飞。哎，我听说好像你还有艺名是吗？啊，我艺名叫做钢铁女侠。钢铁女侠？什么钢铁女侠？那这么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名字，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是啊，因为我就站在这里推手，没有人可以推得动我。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有多大力量的男生上来推你都推不动？云飞，你要不要上来试一试？你只要推得动他，我们今天就称你为钢铁侠。我顶他后面啊。啊，两个人也可以是吧？我顶他。一看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论证。一拜地主。想拜师也不用这样吧？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推动人家。其实呢，今天这个还不是谢国飞展示的，他要展示的既有力量，但是又有功夫，是一种什么样的功夫呢？轻功。他要踩在一样物品上，那样物品是我们一只手都可以把它弄碎的，是什么？请上道具。鸡蛋，看到了吗？这是他将要挑战的东西。这个鸡蛋是生的还是煮熟的？生的。生鸡蛋是吗？所以一会儿表演完你要给我们打开，可以吗？对。师傅可能鸡蛋是好，稍后他会把双手松开。我们要松开吗？好，云飞这只手松开，顾斌，掌声。徒弟都一头汗啊，哥哥，这是将近多半桶的水在里面。我预估一下，大概有15斤左右吧，一桶水。好，云飞失败全赖你哈。好的，哇！哇！现在负重大概有100斤左右了，100斤左右。现在他头上要顶砖，叠起来放。好，快点。砖上完，然后你们就站远一点，因为防止伤到你们。把这个砖要砸碎，所以它又要有一个重力加在上面。好好，你们可以闪了，你们可以闪了。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枚鸡蛋。四枚鸡蛋踩在脚下哈，负重100多斤，最后还要拿锤子砸碎我们的砖头，依然鸡蛋完好无损。我建议把这个鸡蛋送给云飞做个纪念，好不好？如你所愿，挑战成功。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打开礼物盒还要看我们的观众评审和嘉宾评审给你的打分，好吗？来，首先我们来看80位观众评审的投票，请投票。能得多少分？这有点女侠风范了。69分。69分，80分没过。稍后就要看你徒弟云飞还有于文华究竟给你什么样的分数。云飞，请你点评一下你师傅吧。厉害的眼神投降。你应该是第一次双膝跪地吧？第一次，第一次。那谢谢您把第一次给我了。谢谢。对啊。好，今天前面掐了票，我就播这句话。我师傅了不起，而且我看到又是水的，又是那板砖砸了，我就觉得特不容易。刚才我们的台上还在干扰他哈，对，开玩笑，对对，依然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是刚才我俩，你看用那么大劲推他推不动。再说那鸡蛋我也拿了，我得必须支持师傅，加。加10分，好的，79分，但是还有一分之差，现在要看于文华了。其实我觉得刚才，哎呀，又跪下了。哎，这是你此生的第二跪是吗？又这一跪是拜师，这一跪是什么？求婚，拿颗鸡蛋求婚，哪个姑娘能答应啊？其实我觉得刚刚像他说的这，就是包括他凝神静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张磊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定力啊相当重要。是，很不容易。你几岁？我想问一下，你几岁开始练气啊？8岁。8岁开始练。今年29岁。29岁。你看，我也20多。你有20吗？我20多。刚才师傅已经说了，你单膝跪地拿鸡蛋求婚，他会同意的。接着。那所以呢，于文华，为了你这份不容易，这份坚持，这份定力，给你。谢谢。现在分数89分。谢谢。恭喜我们的钢铁女侠，你现在获得了打开礼物盒的这个权利。是。
金色还是银色？银色，选择一样。银色吧。银色吧。好，来看一看。请全场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开惊喜，这箱有你。三二一，开。开。哇。一只水晶的小羊送给你，祝你新的一年洋洋得意。三羊开泰，获得一份好运气，好吗？好了，这个吉祥如意的小羊送给谢国飞，稍后你还会竞选我们的本场人气王，好吗？好，休息一下，稍后见。好的，见证了谢国飞非常精彩的表演，也见证了云飞的双膝跪地。那下面这个挑战者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哈喽，现场的朋友以及嘉宾老师还有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叫乐天，来自江苏徐州。其实我还有很多爱好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说要拿出什么样的节目，我觉得一定要够全面才可以，对，才可能有机会，对。所以说呢，今天呢我可能会在这里唱歌，唱歌，跳舞，跳舞，演杂技，演杂技，演魔术。先来一个吧，再来几个小魔术好不好？现场互动一下，先我们先抓一抓眼球好吗？好啊，我第一段准备的是一段歌曲，那我今天特地准备了很多明星的照片，那有没有想上来帮忙抽的？有愿意的吗？太多了，你看这位女士，那位女士穿红色衣服的女士，一看就是满脸正气哈。来，两位随便抽，这样这样，我们先让这位观众哈，这都是透明的，你不准看。对，要不然会骗。我反过来吧，你把手放进去，随便拿一张。对，因为要看的话，对对对，就可能是你有意要挑那张。确定不换吗？这、就是国外的一个歌手，叫 Waiter。哇 ，Waiter。这是一个海豚音的一个王子。你真的很心疼他。下面呢，于老师帮我抽一个，不准看，不准看，随便拿就行。你可以换，你可以换。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啊，于老师挑了一张，那、谁？我看，阿杜，阿杜，很有很有特色的，这两个差异很大。一个是沙哑型的歌手，还有一个是以高音著称。对对，这两位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啊，非常感谢两位帮我挑选。好，接下来我站在现场呢，给大家模仿这两位歌手的声音。是你让我看到上面的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斑驳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笑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这段演唱是让人惊喜连连哈，首先模仿得很像，对，其次这是一只魔术的话筒，我觉得这话筒和他有仇，像伴舞一样，重新不让他唱歌，对，来回的琢磨他。哎，那接下来呢，我相信你是要用一个更加精彩的节目来打动80位观众评委，还有我们两位嘉宾评委，还有权利打开箱子。什么节目？下一个节目？那当然是我觉得要给现场的观众送福利。哦，送福利，好啊。
我什么都能变出来，大家最希望我给你们变什么？变钱啊，真的是变钱哈。当然了，变红包变钱，过年我觉得这个很喜庆。那有没有带钱来的？借一张100块，我等会儿变很多还给他。没错，穿白色衣服的有没有带100块借给我用一下？好，100块。首先呢，我要用这100块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100块钱在我的手上，两只手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场不可能装任何的机关。仔细看，学过物理的都知道摩擦起电。接下来我摩擦我的双手，用力的摩擦。好，把100块呢放在手上，看好，3、2、1，它会粘在手上。好了，接下来我要实现我对你们的承诺，100块放到我的箱子里，盖住它。刚刚过去的是马年，我们不要忘记马年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当我数到3的时候，麻烦各位和我一起大声的喊一声马上有钱，好不好？来，我凝聚一下大家的力量，准备好了吗？1、2、3，马上有钱。拍手的朋友，2015年每天都可以赚这么多，谢谢。哇，但是我觉得变出来这么多钱，我们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感谢刚刚那位不知道名字的那位女士哈，是你借了我100块，如果没有100块，我变不出来一箱子钱，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开玩笑，刚刚你的100块呢，已经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我放到我的口袋里，来，还给你，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可以上来吗？来，我们掌声拍拍手，有请他上来好不好？好的，好，站在这里，100块还给你。100块还给你了，装到口袋里，装进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有没有被人催眠过？没有，从来没有过吗？今天我在现场呢，要让现场的观众感受一下催眠。看着我的眼睛，靠近一点。Only you can。 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看着我就好。我首先变一个很厉害的魔术给你看，双手没有任何东西吧？好，我从你的脖子后面伸过去，看好，看好，看好，看到我的眼睛，1、2。我是不是很厉害？我真的很厉害，这个要送给你。我看他有点心碎了，真的，我觉得你已经被我催眠了，相信吗？不相信啊？不相信，接下来我做个试验，我做个试验。首先呢，你要站在凳子上。躺在我这张桌子上，好不好？好，仔细看。我刚才说过，他被我催眠了。人被催眠之后呢，身体会变得很轻，很轻，很轻。看好。哇！此处应该有掌声，谢谢。特别仔细的站在了旁边看，因为从小我就认为这种魔术肯定是身上掉根绳啊什么的。刚才我看了，确实没有。但是我感觉这一轮好像非常精彩，也有可能出现满分的情况，你们觉得呢？来听我们80位观众评审的意见，请投票。有请他们，拜托大家喽！来到今天看看你的分哦，谢谢。64票也不错啦，所以二位谢谢，相当关键，你们必须两个人同时都加10分是才可以。他给大家带了好多好多的笑声欢乐，我冲这个笑声欢乐，我今天也要把这10票投给他，谢谢。好，加上10分，谢谢。现在是74分，徐龙华。
我曾经也练过一小点魔术，真的是不容易。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就是我们团有个魔术师教我一点小小魔术，我半天练不出来，练了好几天最后放弃了，我说不练了。他能够坚持下来，有的魔术师真的是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就是说坚持不下去了。那么他一乐天坚持到现在，不容易。所以呢，谢谢这个10分我是必须加给你的。谢谢希望你继续坚守你这个魔术的这种道路，好吗？所以你的得分现在是80。80。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手。乐天，你获得了一次打开礼物盒的机会哈，你猜一猜哪里是大礼？其实在这个到了关键时候还是要看运气。对，真的看运气。我选金色的吧。金色的，来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开惊喜，这厢有你。3、2、1开。哇哇，小提琴，正好我想学乐器呢。而且我觉得真的你可以把它当做你下一个魔术表演的道具。哎，小提琴，对，灵感，好不好？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礼物，谢谢。对，谢谢。没准呢，通过你的魔法可以变成一把大提琴，也说不定，好吗？可以。那最后一位嘉宾到底是谁？他能够成功的打开礼物箱吗？各位，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鞍山，我叫赵文宇。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希望自己呢能扮上青衣的样子，但我知道扮上青衣外人看的是美轮美奂，但是自己特别是扎头的这个地方，你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扎了几个小时了这个头妆？还好，就一个多小时，但是有点晕哈。对，有点晕。对，因为这个头上的水沙呢会根据时间越扎越紧，会不会影响你一会儿的表现？我们要看你的表演。是，我觉得他现在呢状态还是有点紧张哈，因为说话声音不是很大。来，对，给大家表表决心，你对自己的表演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好，现在就要把舞台交给他，来看看他美轮美奂的创新表演。有请牡丹亭，有请。往物时空，陷入几多痴缠，凡世间红尘纷作两半，那张镜中的容颜如此美轮美奂，宿命中的你是不敢去如人赵文宇的演唱可以打动现场的观众评审的要求吗？总共80位评审，请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现在投票正式开始。好，80位评审现在正在打分，我们来看看赵文宇的观众评审分数会是多少。哇，分数上升很快，就停到这里了吗？哇哦，57票，所以说这个结果很遗憾，就是无论两位嘉宾如何投票，如何帮助他，这一轮赵文宇也没有资格再次打开我们的礼物箱了。已经把这个特别美好的画面留给了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也希望你今后在自己的歌唱事业能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就像你现在这样，好吗？
谢谢谢谢赵文宇，谢谢赵文宇。好，加油。这个对于场上观众来说倒是个好消息哈，因为他们将赢得一次打开礼物箱的机会。好了，那我们究竟该怎么选出这名幸运观众呢？这样吧，依靠我们的摄像师开始对我们的全场观众进行扫描。没错，稍后大屏幕会显示各位的头像，我们背对大屏幕来喊开始和停，最终我们的图像落在谁的画面上，谁就是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大屏幕准备开始。五四，哪家肉眼一点啊，吸引我们的摄像师。三二一，停。没问，没问。五五，一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在哪儿？你在哪里坐的？欢迎你上台来，啊，打开我们的礼物箱，欢迎欢迎小朋友。快点快点上来，慢了，其他小朋友就要抢到了，快点。来，欢迎你。那这样，阿姨告诉你，现在场上呢，一边是金色的礼物盒，一边是银色的礼物盒，你要告诉阿姨，你究竟是要金色还是银色？银色的。银色的礼物盒。银色的。好，我们过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礼物。在打开它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打开惊喜，这箱可以。三二一，哇，小小的风扇一个，还是手动的，你真抠门。这么小的风扇还不给我们弄个电动的，还得手摇，会用了吗？你喜欢吗？好像马上就要春天了，春天过后就是夏天，夏天的时候希望你用到这个小风扇能够想到今天这个美好的晚上，好吗？好，那现在就到了我们要决出本场谁是人气王的时刻了。对，让我们有六位选手过了80分的大关。对，所以我们再次请出我们通关的六位选手登场，有请。欢迎他们。他们依次是飘香组合孙志强、小西西、周乐天、谢国飞、杨波。现在请全场观众拿出你们的投票机，再次投票，投出本场表现最好的那位，当选本场的人气王到底是谁？请投票。好，我们看到身后的大屏幕有六个小礼盒在气球的带动下在缓缓往上升，究竟谁升到最高，谁就是今天的人气王。到底是谁？请投票。好，我们看到身后的大屏幕有六个小礼盒在气球的带动下在缓缓往上升，究竟谁升到最高，谁就是今天的人气王。好的，所以获得本场人气王的是可爱的小西西，恭喜他！西西往前来，100分的选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西西。今天我们没有小金人送给你，送你个小金盒好吗？说说你的获奖感言，西西。获奖感言什么意思？此刻你的心情，你高兴吗？开心。那你的这个奖要和谁分享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吗？还有你的姥姥，对吧？好的，再一次恭喜小西西。对，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是打开惊喜，这箱有礼。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再见。再见。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是打开惊喜，这箱有礼。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再见。再见。